央视作为老大哥，这几个月里真的有杀疯了的节奏。科幻剧《三体》有大 IP 加持，剧情高度还原原著，特效质感也到了预期，最终在豆瓣斩获了 8.3 分的佳绩。开年的一部刑侦大剧《狂飙》更是成看开年爆款，热播期间收视多次出现破二、破三的情况，哪怕已经收官，也能保持着不错的热度数据。剧中影帝张译稳定发挥，而该剧倒是带火了高叶、张颂文、林家川等演员。更有趣的是，戏份不多的疯女子和麻子也成功出圈，这波也是赢妈了。眼下又有一部李小冉主演的年代新剧《我们的日子》开播，收视破一，力压《三体》、《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》等剧，稳坐全国收视第一的宝座。不过这部剧的出圈理由到底是什么？宋春丽的演技，《我们的日子》里老戏骨宋春丽算是大家的熟人了。2022年她在《人世间》里出演了金月姬，也就是周家大哥的丈母娘，角色本身属于久经职场的老干部，精明老道，每个眼神都带戏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新剧里宋春丽饰演的奈仁和则是一名底层人民，女主的妈妈，人设上就是比较传统的老年人，普通的棉衣和老旧的围脖穿在身上显得格外质朴。原本奈仁和已经等到了女儿的二胎，却意外得知孙子明中先天不能生育，在看诊室里坐着，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走了，眼神迟缓看着孩子，满眼心疼。直到女婿过来，那人和哽咽着把情况告知给对方，神情中满是担忧和难过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。听到女婿说出肯定的答案，才终于有了些信心，神色稍微缓了过来。随后那人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转过身去看另一边站着的邻居。虽然两家关系一直也不错，但那人和还是恳切地让对方保守秘密，眼神里还有些不好意思，在外人面前还要强撑起笑容，这段演技真的是教科书级别了。因为明中的病情，那人和也是特别焦急，和女婿一直商量着，但对方的意思是着急也没有用，因为科技水平不支持。可那人和神情焦虑，完全思考不到这么多了。隔天那人和就带着明中到外地求医了，到了医生面前也是做小伏低，盼着能给出理想的答复。可是到屡次听到治不了的消息，神情越发低落，让人看着难心。意外的是，在火车站掏钱的时候，明中居然被拐走了。那人和一回到，顿时脑袋一嗡，四处看过去都没有发现明中的身影，瞬间慌乱了起来，拿着钱的动作也顿住，到处张望喊着明中的名字。可以说宋春丽把那人和把老人对于孩子的爱意和执拗都演绎了出来，细腻的情绪变化特别到位，每一段戏都经得起推敲，给足观众代入感，也把那种浓重的亲情刻画而出，这个演技当真够惊艳。李小冉的脸，李小冉早年就凭借着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、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等剧成功出圈，当年的李小冉大眼睛水灵灵的，眼波流转带着别样的清冷和疏离感，真就是惊艳了岁月。戏外李小冉也是绝对的合照杀手，一身冷白皮特别出彩，五官大气高级，和谁比都完全不会落于下风，加上出尘决绝的气质，和同期女演员相比也有足够的优势。到了中年时期，李小冉的皮肤保养得特别好，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的皱纹，只是轻微的沧桑和疲态还是有的。出演《庆余年》《今生有你》的时候，真的有把观众震撼到。而46岁的他在新剧里改变造型，梳着刘海还有两个小辫子，穿着花棉袄，这些放到别人身上会显得土气的东西，到了李小冉这边反倒也成了靓丽单品。不得不说，世上的完成度还是靠脸。李小冉饰演的刘淑霞是一个文艺女青年，喜欢看书看诗，喜欢风花雪月，可是家里实力不允许，倒是衬得她特别矫情，还伤春悲秋，甚至可以说角色有点小作精的嫌疑。怀孕羊水都破了也不着急，非要在家洗完头发再走，坑坑唧唧没有个定性，看不到小轿车来接，在门口直接哭了起来。这要是一般人演，可能就只剩下做作了，
但李小冉颜值过硬，她演这种感觉更像是撒娇可爱的小姑娘，人设虽然不讨喜，可有这张脸也不会惹人厌了。生产的时候，刘淑霞二胎胎盘不正，出现了难产，这时候也没有顾着做了，配合医生成功生产。而经历过这些的刘淑霞刘海都粘在了一起，没有什么形象可言，但是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李小冉皮肤细腻光滑，眼里还闪着泪光，易碎感拉满，美绝了。病房里的李小冉就安静坐在病床上看书，又回归了那副伤春悲秋的姿态，头发披散下来，穿着普通的病号服，手里还拿着书本，文艺范满分，和这个普通的病房格格不入，自带柔光滤镜。每次和男主吵架，女主都是有话说不出，没有办法和对方沟通，只能用眼神传递出不满和悲伤，眼眶也微微泛红，眼底的泪水打转，鼻尖也有点泛红，一时间悲伤的氛围满满，直接把情绪刻画完整了。而女主和母亲和解之后，看到了桌上准备好的咖啡，一瞬间展露笑容，身上的玫粉色衣衫和苏格兰风格的茶具融合得格外到位，真的有种大小姐的感觉了，自带贵气也真是抢眼，贡献了诸多绝美画面。总而言之，我们的日子本身的剧情就有足够的可观性，矛盾冲突激烈而且非常密集，能抓住观众的视线，加上服化道方面设计细节到位，充斥着年代风味，已经达到了及格线以上的水平。而宋春丽的演技还有李小冉的外形都成了剧里不可或缺的加分项，用自己的优势势给该剧带来了新的亮点。那么你觉得这部剧好看吗？